上智文化为了纪念驰名国际的吴金琼博士皈依天主教80周年，特别在7月15号于台湾台北主读会灵修中心发表《超越东西方，天下奇才吴金琼自传》新书。现场邀请吴金琼博士的幼子吴树德老师，以及研究吴金琼博士的权威田莫迪神父，吴金琼博士的得意门生辅仁大学李匡郎教授等三位来宾，分享新书以及回顾他们所认识的吴金琼博士。新书发表同时，为其写序的陈建仁副总统分享书中吴金琼自身描述皈依天主的经验，令人感到震撼。那所以我很高兴说，哎，有这个机会再来看一次吴金琼先生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当我在看那一本书的时候，我越来越觉得说，哎，真的是谢谢邓修女，我一点都没有后悔。虽然花了我很多的时间，但是我每一次看到这个书还没有印刷出来的这个原稿的时候，我是很认真的画。那我太太说，哪有看一本书画那么多的地方？我说这里面很多句话都是经典。那我今天不会从法学或者是思想的方面来谈，我从一个教友的身份来谈。1917年的时候呢，吴博士曾经加入了监理会，但是他自己说，经过了长期飘离的基督对天主的信仰变得淡薄，虽然在物质、学术、社会、政治上都非常成功，但是在精神上却是悲观到极点。我看了这个，对我是相当的震撼。一个这样的一个天才，20几岁的时候就拿到博士，而且就像刚才讲的，到了美国，到了法国，到了德国，结识了当时所有世界上很了不起的法学家，甚至回到上海做了这一个法学院的院长，又当了法院的院长。这么成功的人，他说他觉得在精神上是悲观到极点啊。我那个时候看完书以后，我就想，我当副总统在精神上有没有悲观到极点？我没有离开耶稣，如果我今天离开了主耶稣基督，我真的就是会进入了一个悲观的场合。谢谢他给我一个很多的启示，所以让我信靠天主也更迫切。吴金琼博士是驰名国际的法学家、哲学家、文学家及思想家，在外交、政治和法学界极具贡献与影响力。研究吴金学博士权威的圣言会田莫迪神父，他则分享熟悉并深入研究儒、释、道的哲学思想与基督新教教义的吴金雄博士，为何最后被天主教的信仰精神所吸引？他大学的时代就是皈依基督教、基督信仰，他被耶稣所吸收、所吸引。到了美国，在路上大海我祈祷很多，希望就是东西南相结合，然后在基督内可以说达到一种合一或是什么的。可是结果到了美国，他很快失望，他发现他的同学很多东西最重视的是物质赚钱，那他的老师很多是怀疑主义者，或是就是说不是很肯定基督信仰，所以他自己也很快就好像跟信仰有一个距离。这个就到了就是说17年可以说他在挣扎，他吸收很多西方的东西，当然他对东方的也有兴趣，他晚年比较多也是佛教方面呀、禅或是什么的，可是好像没有办法真的把它整合。所以像前面我们听的，他觉得生活蛮辛苦，没有达到这种整合。结果想不到的时候，37岁的时候，37差不多，
那个时候日本人已经来到中国，他就看小德兰的传，就是一个同事给他介绍。他看这个小德兰的传，我们知道小德兰不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是很单纯的，开始有深度很丰富的经验的这样的一个人。他一看到他的传，那个时候就是说，如果这是天主教的精神，我不知道为什么不可以做一个天主教徒。结果他真的就是很快就可以说进入天主教，在里面可以说就是那个时候达到这个整合。在李匡郎教授的引言下，另外分享者吴金雄博士的幼子吴树德老师，他则提到吴博士求知求真的渴望，尤其对于永恒的追寻更是如此。吴老师在书里面他只写到50岁，在华南集是大妈妈过世60岁，那之后到台湾来，不管是当文化的副的荣誉院长啊，或是跟我们一起上课，那他的思想是有改变，所以我们请树德说说老师思想在50年，就是50岁以后的一种改变，好不好 ？And what was important to him was that.There is no real end to knowledge, you know? Especially there is no end to eternal knowledge, and that we gain everything through the eternal. And if we get rid of eternal law, or even the natural law, if we get rid of both the eternal law and the natural law, we really have nothing, you know. 但最开始他谈到自然法的改变，就是老师在书里面，尤其自然法，他觉得自然法是会改变的。以前我们念哲学，自然法是不变的，就是我们人性是不变的。是，但是后来老师他讲人性也会变，人性的变是越来越靠近天主，就是当我们经过一些影响以后，尤其是你买一本超越东西方，你的灵性一定会不断的增长。新书发表会吸引了许多吴金雄博士的仰慕者前来参与盛会。这部吴金雄博士的心灵自传被誉为媲美圣奥斯定的忏悔录，书中记载了他求知求真的人生经历与探寻信仰真理的精神，相信吴金雄的传奇一生也能成为你我信德路上的一位重要的模范。